谢谢大家。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小不点儿大能耐，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彤。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你们好。我们这舞台啊总是那么朝气蓬勃，活力四射，因为这里就是小不点儿们的主场。计算了一下，迄今为止将近有近千名小朋友登上了这个舞台，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成长故事哦。是的，为了能够让孩子们更好的在这里绽放他们的光彩，每期节目当中我们请来四位嘉宾组成非常帮帮团，既能给小不点答疑解惑，更重要的是还会助力他们的梦想。赶快来认识一下今天的非常帮帮团的成员，他们是教育专家卢琴老师，前特战队员张新栋，音乐人包普尔茶，以及主持人周伟。欢迎各位，欢迎大家。今天我们又将认识怎样的小不点们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掌声有请第一位小不点和大家见面。你好，嘉宾老师们好。嗨，大家好，我叫周远聪，你们可以叫我聪聪，关系铁一点的呢可以叫我大聪。我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我今年6岁半了，我喜欢唱歌跳舞数学书法。就介绍这些吧。就这还有很多，一会儿你们慢慢来发掘啊。对，好，那么请问你的大能耐是什么？哎妈，还真问到我这个问题了呀。啊，此话怎讲？我自从接到导演的电话之后，就陷入了痛苦的思考之中。为啥？我凭啥能登上这么大的舞台呢？我凭啥能上六加一呢？这么厉害的嘉宾老师，我有啥优势呢？哎呀，没看出来这个年龄不大，想的事儿还挺多。哎，还挺谦虚。那想出来没有？你有啥优势啊？经过我的深思熟虑，我想出来，我就比你们都多一个优点，那就是亮。我今天来就是要做这条街最亮的仔。哦，你想在这里成为我们这条街最亮的仔？哎，这得让我们嘉宾团同意才行。对，我们嘉宾团亮仔很多啊。对呀，可以先来说一说。哎呀，我跟你说，小朋友，你怎么个亮啊？你比如你看我旁边卢老师卢奶奶啊，70多岁了，身体健康，精神抖擞，亮不亮？亮。心动哥哥那大肌肉块，哎呀妈呀，那你看亮不亮？亮。再看看周伟叔叔那大眼睛双眼皮，那亮不亮？亮。啊，亮吧，我就甭提了。这家伙你看这牌子亮不亮？亮吗？这不是正撞枪口上了吗？大葱啊，咱深思熟虑一下，还比不比亮呢？那必须得比。还比？比，先比一比，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比过。哦，哎，你别说，咱们还是人小志大啊。对，那这样，咱们先跟谁比？先来挑一杯。周伟叔叔比。哦，周伟叔叔比，比什么呢？比什么呢？比灌口。哎。谁没库存谁能输？比灌口哟。你想好了吗孩子？想好了。哎呀，你要用田忌赛马的思路啊，要拿你的强项跟他的弱项比。这周伟叔叔的强项就是这个。 你不怕吗？挺会挑啊这玩意儿。那行啊，人家孩子艺高人胆大，那就来吧。作为这条街最亮的仔，首先我给大家来一段润好。我祝愿大家身体好，心情好，学习好，胃口好，前程好，运气好，人生旅途样样好，幸福的日子好上加好。我一连说了10个好，给点掌声好不好？好。啊，这就是贯口。哎，哦，还有点互动性。我给你来一个啊，来点基本功的啊。出南门往正南，有个面铺的面冲南，挂上蓝布棉门帘，摘下蓝布棉门帘，看了看面铺的还是面冲南，我挂上蓝布棉门帘，瞅了瞅面铺的还是面冲南。哎，怎么样叔叔说的啊？那你现在心里你是不是有点虚？还有吗？
还有一个，你还有一个，你还跟我比？满天星，抬头看满天星，地下看有个坑，坑里看有盘冰，坑外罩着一老松，松上落着一只鹰，鹰下坐着一老僧，那个僧前点着一盏灯，灯前搁着一部经，墙上钉着一根钉，那个钉上挂着一张弓，秋刮风，秋刮风，去刮得星胆坑平冰，刮中道鹰飞僧走，灯面惊乱钉掉空翻，刮得我在台上没发展，赶紧把那嘴来关。哎呀，这段你都会啊，我再来一个啊。这个山前住着个催粗腿，山后住着个催腿粗，二人山前来比腿，是也不知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的粗腿。哎，这家伙多少年不说你都给我弄出来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是谁是靓仔嘞？还是你亮。我觉得啊，靓仔这么比下去啊，咱们这期节目都不够。我给你弄个看家底儿的，小靓仔，如果你要是能够当场学上来，这个靓仔的名额我让给你，敢不敢挑战？敢。现场学一个啊。班干部要管班干部，班干部不愿意让班干部管班干部，班干部偏要管班干部。你来一个这个。班干部管班干部，班干部管班干部，班干部不愿意让班干部管班干部，班干部偏要管班干部。干干部不是干干部，是班干部。班干部哎，管班干部，管班干部，班干部不愿意让班干部管班干部，班干部偏要管班干部。班干部不愿意让班干部。不，你笨，你不是干干部。管班干部，班干部，班干部不愿意让班干部管班干部，班。完了，对的，他也犯嘀咕了。班干部管，偏要管班干部。班干部偏要管班干部。哎呀，太可爱了！太棒了！我跟你说，小伙子，这管彤，这可不是一般的小靓仔了，我觉得。咱们两个都可以当靓仔，都有当班干部的潜质。好的，那第一个环节呢，应该说打成平手啊，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下面靓仔很多呀，另外两个靓仔他也不服气啊。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比一比，好不好？哪位靓仔愿意来应战呢？那就包叔吧。这比什么呢？唱歌，谁唱的亮，谁都能赢。我天哪！等等，你怎么转找这个枪口撞呢？对，真的又撞枪口上了。我建议你跟心动哥哥比唱歌，我觉得基本上比较有把握。不会的，他跟心动哥哥估计会比力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哎，就是厉害，勇气可嘉。那咱俩就比比唱。对，那就您先来吧，我唱了啊。遥远的故乡是我的眷恋，阿爸有儿子是我的思念，因为这身躯里血脉的相传，永远也忘不了母亲草原。怎么样？还行，那不够鸡冷，不够鸡冷。什么叫鸡冷？鸡冷就是，可以激动起来，就啥也不怕，就激动起来，精神起来，精神起来。你那意思就是我没激动起来，也不够支量，不够支量啊。那我回家准备准备。哎，我给你提醒一下，咱们要接下来和心动哥哥比的话，咱们得换一种方式。对，我出一道题，看能不能猜出来。哦，是光是心动哥哥一个人猜，还是四个人都可以猜？四个人都可以猜。哎呦，来，出题是？出题吧。一道题是：从前有一位铁先生，他从小就不长头发，请问他得了什么病？铁
铁先生，铁先生从小不长头发，不长头发，还得了什么病？哦，我知道，东北话说就是，老铁没毛病，是不是？对。充分看得出来，心动哥哥他的这个趣味啊，这个跟孩子是非常的接近，年龄层比较近。你们是一个年龄段的，是吧？再来一题，好不好？什么时候五比零的？然后零比二的，二又比五的。什么时候五比零的？零比二的。零比二的。二又比五。二又比五的。哎，我反正知道打牌的时候二比五的。哎，斗地主二就是主。哎，不是小牌，但是牌里没有零啊。对，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啊。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吗？对呀。你们可以比划比划。我觉得是不是那个算错的时候？算错。对，就算错的时候，它就零比二大，二比五大，是吗？算是。啊，还不对。哦。我们倒计时吧，五、四、三、二、一。哇，一片答案是石头剪刀布。什么意思？石头剪刀布的呢，那个玩石头剪刀布，它2比5的。哦，哎呀，我们帮帮团成员已经面露难色哈。想到有可能会输给孩子，但我万万没想到是输在智力上。今天最关心的就是我算不算是这条街最亮的仔了。我觉得这条街咱不说，反正这个屋里最亮的仔肯定是你了。大都屋我最亮啊，是吧？那我们就正式宣布一下哈，到目前为止，这个屋最亮的仔就是我们的周叶聪小朋友。从今天开始，我要搬家了，我搬到另一条街去。这条街是你的，待不住了是吧？我要当另一条街最亮的仔。我很荣幸，这个最亮的仔非我莫属。首先，我要感谢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感谢小不点大能耐给我这次机会，感谢我爸，是他让我支棱起来，感谢我妈，是他给我做的后勤保障，感谢嘉宾们，是你们陪我呜呜喳喳、比比划划，才使我支棱起来的。谢谢大家。哎，为了表示我们这个栏目组呢对你的这个鼓励啊，我们也准备了一份很特殊而且特别有意义的礼物，想不想看一看？想。来，把你的目光投向前方。简聪，这是属于你的非常少年杯，希望你在今后成长的道路上继续亮起来。谢谢。这个亮仔今天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演呢？我要有始有终。作为这个屋最亮的仔，我要给大家唱一首这条街最亮的仔。哎呀，将这个主题进行到底啊。好的，来，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面的环节，那就是小不点儿大能耐。
这条街最亮的灯。给最亮的仔热烈的掌声哈！这条街的那头感受到我们的亮度了吗？特别荣幸见到了这条街最亮的仔大葱。这大葱他为什么亮呢？他特别自信，而且你特别虚心。周伟叔叔教了你一个绕口令，你没有学过的，但你就当场感觉敢说，这就是你成长的空间。Cool. 我希望你将来成为我们国家最亮的仔。来，迈着自信的步伐去领取你的非常少年杯。欢迎继续收看《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小不点儿大能耐》。如果您家的宝贝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您可以把他的文字介绍材料和相关的视频表演内容发送到栏目组的报名邮箱，期待着您家的小朋友可以早一天登上我们的舞台，绽放光彩。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面一位小不点儿闪亮登场。立方哥哥好。你好，欢迎你。欢迎。大家好，我叫刘富明，今年30岁，我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巴东镇。主持人老师们好。看你刚才出场的时候手好像一直扶着栏杆啊，是不是有一点紧张啊？嗯，啊，看上去也是文绉绉的啊，对，文质彬彬的一位翩翩少年啊，所以我特别好奇你的大能耐是什么？我的大能耐是力气大。孩子是不是一上场有点紧张？我来摸摸这胳膊，挺细的啊。你知道吗？力气大什么样？就是那个穿，黄绿色衣服的那个绿巨人哥哥。绿巨人哥哥，你能露一下你的肌肉吗？可以，让他看看什么叫人外有人啊！看到了吗？啊！我的个天哪！周老师，他还穿衣显瘦，脱衣就是肌肉啊！我没想到他，我跟你说，我不夸张，管彤，他胳膊比我腿粗，真差不多啊！那是我们所理解的力气大。我们看看你的胳膊，您也，我想，所以这孩子选错了。我觉得其实都不用跟心动哥哥比，我们包叔也是健身达人哈。对呀、啊，咱这胳膊。对，你看，不是咱这，对他那个有点夸张啊，咱这正常里边的。哎呦，你看到没？离这么远我能看到那二头肌。哎呦，哎，所以孩子，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要如果在你的同龄孩子里边要相比的话，力气大，我信。但是你说跟我们成人比，我觉得可能你这个还是选错了。咱还比吗？这比还比还比，对，就是这么执着啊。咱们就不劝了哈，咱们就真的比试一下，如果我们真的比不过，我们心里也心服口服。对，好不好？好。哎，我想在这个舞台之上啊，拿出你们的全部的力量才是对小朋友最大的尊重啊。无差别量级的蒙古式摔跤。你看，这你说这还比吗？哪比呀、啊？这个、不是你看看这画面，左右夹击啊！老包，淡定，不是啊，咱们小心点，咱们怎么也得滋楞一下吧？要不然你先别那么把话说那么满，万一呢？我是刚才没听错吧？他是要比力量吧？对吧？对呀，那没问题呀、啊。大家都不是很看好你啊，杜明。那你接下来在你这条街，你准备怎么跟他们比呢？我们先比一下臂力吧，我这里有扑克牌，我们就比谁扔得远。那你看，你这么样比臂力哈？我允许我先来一下好吗？谁扔得远？你能比过我吗？你就不用跟他俩比。比扔扑克牌啊？错，泡泡，我告诉你啊，扔扑克牌跟扔铅球不一样，是吗？扔铅球比的是臂力，这扑克牌可不一定。是吗？那我都能扔到摄像机那儿啊，小哥。我跟你讲，这玩意儿是有方法的，你知道吗？哎，这玩意儿得有方法。不一定有我扔得远。你看，他这牌，他等会儿我手，这谁扔的？谁呀、啊？哎，谁扔的？我瞎扔的，我操！怎么你瞎扔就扔的？不是，这能不能远点呢？哎，我揍你！哎，
您这个确实不太适合这项运动。完了，老包，老包，你这几条街都混不下去了。哪条街也没戏。刚才那个，你看，已经快到我们嘉宾席了。对，再出去一点，就出房间都你还有下了。超过那个吗？来，你来一个。我天！哇！你这是不是扔牌呀？你这扔飞碟的呀？同样是这么轻的一张牌，在你手里还跟我们……你是牌上没粘东西是吧？没粘东西。我觉得这样，因为现在这牌吧飞得比较远哈，我们直观上你欠缺一点细节的感受。我们上一些相关的道具，我们见识一下你这个飞牌的力气，好不好？好，好，好。我们看哈，现场准备的一些道具哈，有黄瓜、香蕉，还有山药。山药，嗯。刚才看没有那么的直观啊。来，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哇！哎呦，好几段！哎呦喂！哎呦！有观众可能会产生疑问，这个道具哈有点细，难度可能没有那么大，我们能不能打一些比较粗壮的东西？可以，好，来上我们那个更厉害的一个道具，好吧？啊，还有更厉害的？我们看，厉害的道具上来了哈。嗯，纸牌扎进去，扎到西瓜里面。对，好，来，我们现在现场感受一下哈。我得站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跟刀似的，哎呦喂，哎呦喂，哎呦，使劲啊，看看你能够扎多深，哎呦喂，天哪，哎好，谢谢谢谢谢谢，哇！我们来看一看，其实非常的深啊，这扑克牌都一半都已经扎进去了，全是湿的，看没看？只知道有个电子游戏是切西瓜，刚刚现场原来是这样一种感觉哈，报出那个现在什么感受？我呀。我下踏踏实下去了。那个不是，心动，你愿意跟这儿比，你就比着。老包，反正你俩先别着急。那个谁，心动哥哥，你再把你的肌肉亮一亮，我看看来。我先下去了啊，加油啊！那个，我说你也跟我一块下去吧，打起来，这指不定谁打得过谁呢，我告诉你。早说比这些，谁没事上来应战呢？真有点深藏不露，嗯，太厉害了。哎，那你说比如像我们普通人要练习这个飞牌，我们可以练吗？可以，不难的，只要你肯练习，每天半个小时左右，一周就可以扎进黄瓜。是吗？哎，我想问，就达到你这个水平，你是练了多长时间呢？我练了差不多三年了。三年？哎，那你有师傅吗？没有，我是自学的。我是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澳门风云，觉得里面的男主角飞扑克牌时特别帅气，就自己上网找教程练习。哦，还真的是受电影的影响哈。你在什么场地练习啊？我在我家的楼顶练习，我家是一个开了三层的小旅馆。楼顶一般都是堆放杂物，爸爸妈妈又经常不上楼，所以那里就成了我的训练场。你统计过没有？就是你练习三年的这个飞牌，你大概买了多少副扑克牌？一共600多副吧。都买600多副扑克牌了，就这么多让你飞出去了是吧？嗯。你爸妈他们不管你吗？就是这么玩扑克牌？管呀。嗯。他们知道的时候我已经练出来了。我还拿了一个线上飞牌大赛的冠军。我理解错了，我以为他爸妈想管的时候他已经练出来了，想管也不敢管。他爸刚说，哎，你这孩子，没事，飞吧飞吧。
哎呀，那你觉得练习这个飞牌对你有什么好处吗？最主要的好处让我更加的自信。我以前觉得自己很普通，又不太爱讲话，容易被同学欺负，现在觉得自己很有特点，因为飞牌上了很多次新闻，还有很多记者来我家采访我，我还加入了很多的飞牌群。还有一个朋友比我小两岁，专门从福建跑到我们四川来找我切磋飞牌。这叫什么？以飞牌会友。有点原来以武会友那意思、是吧？是吧？你看这个，听说你要来《非常六加一小不点大能耐》这个节目哈，你的这些飞牌好朋友哈，专门发了祝福的视频，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好。小刘飞牌，祝你比赛成功，加油！我的兄弟小刘，加油！小刘飞牌，这次机会难得，希望你珍惜，祝你圆满成功。小刘飞牌，祝你在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加油！祝小刘飞牌越来越优秀，参加六加一节目圆满成功，加油！哎，你看这些好朋友年龄都不相同，跨度很大啊，有大的有小的。对呀、我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富明哈，确实不善言谈，属于比较内向的那种，是吧？但是练了飞牌，就是你这么一出手，立刻就充满了神采，整个人好像都发光了哈。但是我从他身上哈、也能够学到一种精神，就是坚持到底。我觉得把这种韧劲儿用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学习上，或者是各种竞赛当中，也一样能取得像飞牌领域这样的好成绩。嗯，是的，是的。哎，这也就难怪为什么一开始上场的时候我们说了，大能耐就是力量啊。这个力量现在咱们服气吗？我还是老老实实待着吧。服。刚刚的狠话不是我说的啊，包叔说的。哎，这还有互相自己拆台的。你看，在咱们周围老师，咱们都是一个团队的。我跟他俩不是一块的，我又没有亮肌肉，不是，我又没有他。不是你亮不亮？这都是一条街的，谁干？咱们是一条街的。谁是一条街的？你看着一上来都盯人家胳膊腿细，没想到人家整个这个力量这么强大。真正的武林高手，你们是看不出来的啊！是是是，我刚才准备想了，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买600副扑克。更重要的是报名我们小刘飞牌。地方很融洽嘛。是的啊，为了表达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心意呢，我们也为你准备了一份很有意义的礼物。来，我们往前看。少年杯是对富明同学的支持和鼓励，希望你继续加油，做出更好的成绩，好吗？好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快进入下面这个环节，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
我是心服口服啊。我这个小刘师傅啊，他就是像电视上看到那个武林高手，而且是深藏不露。有我这个小刘师傅，他这个这么一个技艺能够持之以恒地练下去，其他的方面我觉得都不是问题。所以在这儿我就祝我的小刘师傅身体健康，茁壮成长。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就去买600多副牌。有时间的时候，师傅你教教我啊。行嘞，那就咱们就后会有期了啊。谢谢包叔叔。谢谢，太厉害了啊！古有小李飞刀，今有小刘飞牌。下面呢，就请我们的小刘同学去领取你的非常少年杯。欢迎继续收看《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小不点儿大能耐》。在这里，热情的期待您家的宝贝可以早一天登上我们的舞台，绽放光彩。下面让我们有请第三位小不点儿闪亮登场。晚上姐姐好，对方姐姐好，你好。大家好，我叫孙浩明，今年6岁了，我来自江苏昆山，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男孩，希望大家喜欢我。啊，活泼开朗的小男孩宋浩明小朋友，你的大能耐是什么？我的大能耐就是壮士。壮士？哦，我知道了，兜里肯定有扑克牌，我看。你有牌吗？没有。没有扑克牌，那你也敢说自己的这个大能耐是壮士、啊、对，今天他们这都受传染了，是吧？对呀、啊、你看这小胳膊跟我这小胳膊似的这么细，哎呀、啊、真是，这也叫壮士吗？这个啊，我们都不用派出我们嘉宾当中的真正的壮士心动哥哥了，对，我们派出二壮士、二壮士包叔叔就能把你给这个老包吸取点经验教训，哪条街都不好混，话不要太满，我这是比呢还是更不比呢？这样我们再多挖掘一些线索哈。对，特别重的东西你能拎得动吗？我能拎5斤。5斤啊，听着好像我是可以上去比试比试啊，这估计赢着比较保险，这回行。那鲍叔啊，我们上来切磋一下好吗？哎，我没说话那么满，但是我怎么也得赢一把，抱着学习的态度，帮帮传老叔哪行啊？你好。哎呦喂，这小手啊，来抱一下。咦，哎呀，行是吧？那我们现在开始切磋吧，好吗？啊，来，怎么比？我们比点基本简单的吧。啊，简单的是吧？啊，好，没关系，难点也没事。哦不，别吃药。是，来简单点。就是你做什么动作，叔叔做什么动作，是吧？不是，我这裤子不确定不会那啥是吧？对，还带其他裤子了没有？压腿啊，这个很简单。哦，就这个呗，没问题，没问题。啊，这估计是开场，先活动活动。但是我们这个频率比你压得快很多啊，你看。不是，我也能。哎，这不是也经常健身房的吗？哎呦。要站起来啊！这得站起来，做多少个呀？这个我都能做80个了。告诉我，上来起步就80啊！哎呀，这个动作完了之后呢，还有什么吗？来个难一点的，嗯，握比跳啊！就先蹦一下。小朋友做多少个，我们争取做多少个啊！来，预备，开始。1 2 3 4 5 6 7 8 9 10，加油！9，哇哦！在练蛤蟆功吗？那咱们小宋同学可一直在坚持啊，应该跳了有30多下了。波比跳很累的啊。嗯啊，这就差不多了吧？哦、对呀、啊，还有吗？蹲马步。蹲马步。妈呀！
不，我觉得可以了，宝贝。我觉得不可以啊，这才哪到哪，刚开始热身嘛。哎呀，那条街有人看热闹。我们作为二壮士，你不能丢大人的脸。前面两个都输了，我觉得第三把不能就输了，坚持。凹马步的同时，脚尖得这么踮起。包叔这是想战略性撤退是吧？今儿啊，今儿这日子啊，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好日子。以后你们也别管我喊包叔了啊，不吉利。啊，包哥、包赢都行，就别包叔了，太不吉利了。还是二壮士吧。好，那大家端详一下我们小宋同学，面不改色，心不跳。难怪我们说自己的大能耐是壮士了啊！平时你这个训练量大概是多少？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两小时多。两小时多，都会做些什么内容呢？波比跳、蹲马步、俯卧撑，还有跑跳和其他之类的。真的很了不起，不是你练的体能这么强大，你是想要当运动员？他哪是想当运动员啊，他就是来欺负我的。其实都不是啊，不是，我是为了跳街舞。如果要是体能拿不上去的话，我永远跳不出来。哦，原来这么多的体能训练是为了我们跳街舞打基础是吗？那你先给我们跳一段吧，好吗？来。我的天哪，真的是深藏不露哈！对，刚才那段舞蹈啊，其实它在每一个停顿当中都需要力量的这种支撑啊，卡点。对，怪不得呢，才有需要这样强大的体能支撑。你看，你今年6岁半是吧？嗯，你是从小到大都这么壮实吗？这么有力量吗？不是，我是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因为我4岁练舞，4岁之前。也是，听妈妈说，我以前那样生病，胸口以前看出来都是透明的，心脏都能看出来是啥样。嗯，哦，是不是说意思就是说你刚生出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小，是吗？对，那妈妈来了吗？妈妈来了。我们把妈妈请上来，聊聊你小时候的事，好不好？好，好，来，请妈妈上场。主持人好，你好，爸爸妈妈好，欢迎，欢迎浩明宝贝的妈妈，你好，你好，欢迎。刚才这个小浩明他的这种壮实，这种力量真的把大家都镇住了哈。嗯，可是刚才宝贝说生下来的时候连胸腔都甚至是透明的。是的，嗯，生下来才2斤9两3，早产儿吗？早产了2个多月，下了好几次病危。在医院差不多待到有22个月，所以后来让孩子学习街舞，包括练这个力量，哎，对，都是为了能够让他身体让抵抗力更好一点。是的，让他身体更健康一点，他也比较喜欢跳舞嘛，就让他去了。那现在平时还会有其他的这种症状？就是头，有时候痛起来的时候湿头撞墙，因为这个头痛。我跑了很多很多上海那边大医院，所有的全部都检查了，就是说这一边血管有点偏细。龙妈别哭，妈妈。喂，对，我爱你。发作起来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有时候一天，有时候2天，最长的时候要2、3天。这是他4岁多检查身体的时候抽的血，连抽了4天。第一天抽了是21管，第二天好像是抽了17管，第三天抽了14管，挺可怜的。我想问一下浩明，刚才妈妈说了很多次你头疼时的那种特别痛苦的状态，你是怎么样忍受的？你能形容一下吗？就是在跳舞，虽然再累，我也得忍住。他有时候他说妈妈我头痛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跳舞怎么怎么样的开心，再累再痛我都要去坚持，就要挺过去，我还要去跳舞，还要给妈妈你们在一起，我不想失去你们。挺坚强的，挺懂事的。我最欣慰的就是说他经常会跟我说，哎，妈妈
我真的很爱你，你把我养这么大真的很不容易。他有时我会把他以前的事情也会说给他听听，就是还挺懂事的，在家里有时候会帮我扫扫地、擦擦台子、擦擦沙发，然后还洗洗菜，自己的衣服自己叠。我觉得在宝贝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奇迹，就是他从一个早产宝宝变成了如今这个很壮实的一个街舞少年。所以我觉得只要坚持下去，我们相信随着医学的发展，他自身的二次发育，可能到时候妈妈这个非常揪心的头疼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对，希望等到那一天快点来，快点来。对，希望今后妈妈也能用更加乐观的心态来鼓励孩子，共同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好的，好的，谢谢。每一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小朋友都会收到一份珍贵而有意义的礼物。浩明，接下来请看前方。是的，那就是非常少年杯。我觉得对于我们浩明来说，你是真正的非常少年，那么这个奖杯呢，你也是实至名归。接下来一起进入我们下面的环节，那就是小不点儿大能耐。好的，哎，少侠，请送我一半呀！太厉害了啊！今天看了吧，江湖还是高深莫测呀，每一个都是高手，对不对？来，心动有什么感想？觉得小浩明他跳的这个舞叫做莲，对吧？对。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就跟这个玉，就跟这个莲的这个寓意一样啊，现在还在成长，等突破那个淤土，茁壮成长出来，就会开展最美丽的那个花朵。我相信那一天会很快的到来。谢谢，谢谢。哎呀，今天这三个宝贝儿啊，让我们看到了小不点儿的三个大能耐。第一个宝贝儿是自信，这条街最靓的仔。第二个宝贝儿是专注。第三个小朋友是坚强。我的大能耐就是壮实。我觉得这不仅是他们三个的三个大能耐，也是我们中华好少年的三种优秀的品质。尤其是最后，如果妈妈不上来讲那一番故事的话，我们就认为，哎，就是一个爱运动、爱跳街舞的一个小伙子。处处希望你啊，身体健康，锻炼自己这样的一个体魄，将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你一定会大有作为的。谢谢，太棒了！今天的三个小伙子真是给我们展现出了，三种不同的这种性格特点，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好少年的风貌。那在这里呢，也祝福我们宋浩明宝贝健康，拥有最美好的未来，加油！好的，下面请领取你的非常少年杯。
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小不点儿大能耐》。下面让我们再次有请出今天的三位武林高手啊，欢迎他们再次登场。最后，让我们再次有请我们的四位嘉宾上场。谢谢我们棒棒团的各位嘉宾老师给小不点们加油助力，咱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小不点大能耐，一起来传你爱。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再见。